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龙虎榜冠军之夜。今天的这场重头戏是雷丹娜对战韩冰的二番战。这场 MMA 比赛三局两胜，不可以垂直肘击，不可以头撞，不可以攻击后脑，不要抓笼子，明白吗？握手。 Back back， 技术员 Red， 第一局 Fight Kick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两位选手还在试探，这两位选手非常的熟悉。漂亮的后手拳。哎呦，一个很重的转身摆拳，非常的重啊！看看雷丹娜能不能反应过来。韩冰在加强攻势。哎呀，非常的漂亮，很重的一个前手拳啊。嗯。雷丹娜的试图摔他，好，进入地面，漂亮。现在是在做一些击打，走走。好，第一局比赛结束。我们通过第一局充分显示了雷丹娜作为擂主的强悍的实力。哎，大鹏，你对雷丹娜是怎样评价的？在第一局可以看出雷丹娜的力量呢，还有爆发力都是非常快的，也是非常的重。很期待第二局啊。哎，大鹏，你看现在韩冰的教练好像在用很奇怪的手势跟他沟通，这种方式好像我们以前没有见过。娜的力量还是很大呀，我们看，非常漂亮，马上拿到了击伤位置，打到了侧面，力量非常的大，打到了地面，漂亮的锤击，好，漂亮的翻转动作，非常漂亮的翻转动作。韩冰的这一个动作非常的漂亮，也是很有力量的锤击啊。肘击，雷丹娜一直在用手环击，直接拿到了脐橙的位置，现在这样就是木村锁，木村锁马上要成型，太危险了。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，现在蓝方放弃吧。这个位置已经拿得非常好了。哎呀，铃声响起了，这最后一下也是给韩冰一个很大的喘息机会啊。哎，是的，如果说给雷丹娜再多一点点时间的话，估计这个木村锁就要实际的做到位。哎，是的。好，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局比赛。第三局，人力败。看雷丹娜还是在挑衅他，漂亮的左拳，漂亮的击腹，跟第二局一样，挑衅击腹，抱腿摔，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抱腿摔。雷丹娜真的是力量真的是非常大呀，拿到了脐橙的位置，又是锤击，几只锤击。韩冰在努力地做翻转，第一次翻转没成功，现在又想做一个十字弓，漂亮的翻转逃脱了。这个雷丹娜跟第二局有点像，又是个抱腿摔，漂亮的翻转，蛇身技，漂亮的锤击，非常漂亮。韩冰要有动作呀，如果是这样持续下去，对自己非常不利啊。左脚啊，
这个位置拿得不错，漂亮挣脱，左脚挣脱，又是翻转，又逃脱了。韩冰持续的追击，持续。这场比赛非常的漂亮，两个人都在来回的互转动作。对，我们看韩冰这次上位能不能把握住了。好，位置不错，漂亮，漂亮的三角锁，三角锁成型了。大家看这个位置会不会成功？看看能不能降服雷德纳。持续，持续，持续，漂亮，动作非常的漂亮。雷德纳拍了，雷德纳拍了，比赛结束，韩冰获胜。比赛结果，蓝方胜。